咁有新年耶，唔得唔得，今日冇乜作曲嘅灵感，今日咁好太阳，等我太阳 UV 除衫晒太阳，拎下灵感先。多谢。太阳唔好懒，我知你咁大只，大晒身材当然可以啦，但晒太阳就要好小心啦。你系？太阳会释放唔同波长嘅电磁波，入面包括我哋睇唔到嘅紫外线。适量接触紫外线，有助身体制造维生素 D， 令骨骼更强壮。但过量嘅话，有机会会晒伤，导致皮肤老化，仲会增加患上皮肤癌同白内障风险添啊！哦，原来系咁。但你睇下个天，有云喎，除得啦啩，唔惊晒伤啦啩。太太，着翻衫。又唔得。你未必会留意到，有八成嘅太阳紫外线可以穿透稀薄嘅云层。有时云层边缘仲会反射更多紫外线落我哋度，所以就算有云，太太你都一样有可能会晒伤噶。哦，又好似真系几晒喎。但我唔理啦，我搽咗防晒，落埋水就唔惊太阳晒啦，系嘛？太阳，你同我听住，水只能够阻挡部分嘅紫外线，即使系水深半米，紫外线强度都仲有水面嘅四成咁多。冇浸喺水入面嘅身体，仲会因为水面反射紫外线而更易晒伤添噶。有咩俾你叫我太阳 UV， 点可以唔晒太阳噶？系咪先？首先一定要避免长时间暴晒，因为紫外线对健康嘅影响系会累积噶。如果真系要晒，就要搽防晒系数15或者以上嘅广谱防晒液，仲要每两个钟补一次。游完水出咗汗，用毛巾抹身后都要再搽啊。仲有啊，等我太阳提提你，除咗防晒，防中暑都好重要。天气酷热嘅时候要饮多啲水，多啲留意身体状况。如果有头晕、头痛等唔舒服，就要找人帮手或者求医。喺35度或以上嘅极端酷热日子，天文台仲会发出特别天气提示，记得留意啦。同埋呢，有人影紧你啊，唔好益佢哋啦。啊，唔系，我开 concert， 大家都见到噶啦。行啦，太太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心理耶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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